我有个朋友在高登当兵，汉天堂。啊，潘天堂，乱打炮那个啦。哦，你是乱打炮的那个朋友。他真的乱打炮，我是他朋友，哦，你是他女朋友，单纯的朋友。哦，帅哥是玩手游。汤姆斯，够吗？给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一场游戏一场梦，睡过之后分析懂。到底？有没有？是否这样的哦？看看，不要动，动了肚子痛，阿宇，知不知道？巨人重，有牙齿，小心翼翼。